给你们不来接。往上跑，你不要这样，赶快冷静下来，往上跑，别把我抓了。消防人员急着切割铁门，因为机车行大火，里头持续闷烧。受困在顶楼的妈妈及三名子女紧急搭上云梯车，顺利被救了下来。现在就是已经断在楼顶了，都出来了，我安怎样？拢无要紧你啦，我无要紧就好啦吼。火警发生在深夜12点多，三楼加盖的机车行一楼突然传出爆裂声响，透天厝起火燃烧，一家五口全吓坏了。邻居也听到声响，冲出来查看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。不行，不要给我们才起床的呀、啊！我是闻到味道，我就赶快叫我老公下来看啊。结果下来之后，整个烟就从那边就上来了。哎，我就赶快上去啊，赶弄掉出来啊。火警发生当下，养在一楼的两只狗不停吠叫，屋主跟太太下楼查看，发现烟雾弥漫，妈妈上楼叫孩子，爸爸关上一二楼间的门，避免浓烟往上窜，再从后门逃生。还好妈妈带着18岁的儿子，还有26及27岁的女儿往顶楼跑，顺利获救。他们当时还关上顶楼的门，阻止浓烟。女儿的宠物顺利跟着逃了出来，但养在一楼的两只小狗却来不及逃生。没有东西，没有拿出来。这小狗烧还是外面烧起来的？里面烧的，从里面烧的烟了，我就赶快跑出来了。哦，对，那时候就开始那个气瓶就开始在爆炸了。机车行几乎完全被烧毁，十几部机车全被烧成废铁。警方初步研判，应该是屋内一楼起火。还好在消防人员及邻居的帮忙抢救下，一家五口都平安。TVBS 新闻李战胜、赵丽，高雄报道。这边有没有人呐、啊？后退！没人往楼上跑，快点往楼上跑！往楼上跑啊！嘴巴又是不住。看到屋子有人没逃出来，赶紧叫他们往楼上跑。铁门内的火越来越大，伴随爆炸声，邻居拿灭火器冲到对街，朝半开的铁门灭火，但火太大，根本灭不了。不要紧张啊，快点啊，往楼上跑！上面有没有跑掉啦，小朋友？楼下看得干着急，怀孕8个月的女邻居要困在火场的孩子们别紧张，但自己的声音急着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帮忙灭火的老公出声安抚。啊、你别紧张，你别紧张，不来急，你别紧张。你看个，往上跑！往上跑！你不要这样，赶快冷静下来，往上跑！别把我捉了，湿纸巾、湿毛巾，快喝！火浓烟之际，帮忙邻居还有打赤膊逃出来的屋主，两个人赶紧将停在外面的机车牵离。3分钟左右，消防车到了，火势一下子控制住。躲在3楼的屋主太太和孩子搭云梯车平安脱困。前阵炒牙二路的机车行火警，邻居用镜头还原惊险恐怖实况。情况很紧急，因为它里面都是易燃物啊，花油的罐子啊，全部都从里面射出来。我有被打到脚啊。先前彼此有嫌隙的邻居，遇上火灾当前，放下一切恩怨，救人着急的心表露无遗。上面有没有跑掉啦，小朋友 ？TVBS 新闻赵丽高雄报道。